奇电视 Live Show。你家的变声也无录音啊？对啊，还是很多。你也你也这包袱也相当多不？我觉得当歌手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现在变一下，你也可以走另外一个风格啊，那也可以按来想。啊，那因为那时候又刚好卡在学业方面。哦，喝塔叔。我觉得现在你必须放松心情啦，因为你这代志告诉这么饼阿别个送嘛。对，那你将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裁决或什么？你总是要去面对。我还是要面对，勇敢面对，勇敢面对，欣然接受。所以。当你这个消息出来之后，其实很多关心你的朋友都很震惊、伤心。哎，阿今阿个知影讲你要录影，伊嘛专工要来看你哈。来，叶圣清，来，叶圣清，来，你有什么话你做你个阿肯讲好。我觉得哈，人非圣贤呐，真的孰能无过？跟阿吉，我们其实很多排行榜以前的朋友，大家私底下都有互相联络，在关心大家的近况。那其实我会觉得发生这个事情。我觉得观众朋友他们会发觉到一个艺人的一个真实面啦。那我觉得阿吉出来开记者会面对大众的一个心态是他很真实。我相信支持我们阿吉的朋友哦，他们会发觉阿吉的真实面，真实的一面会更支持他，好不好？好朋友的该支持，好不好？别惊，阿吉加油！好，来，还有一个毛女赶紧叫一下，好来，来叶圣清，来，这嘛是好朋友哇！现在好朋友哦，来单讲古玩的那哇。翁立友啊，想刚来看阿杰啦，你哈，哎，送上一束花，浪姐浪姐，这可能友情，你敢看没？你有啥话要跟阿杰来讲无？我刚来当讲吼，森林拍过有时错，啊，卡波打叉虾人无？我感觉每一个人拢是有伊的一个无同款的人生际遇啦。但是我放劝咱这个阿杰啦吼，一拜就好啊。嘿，当作是一个经验，一个教训。希望以后呢，在这个交朋友上，或者是这个涉足一些这个公共场所，要三思而后行。好，很好的一席话啊。安尼几时听到翁立友讲个结尾？相信是诚心诚意的。对了，谢谢。好，翁立友，那你的光辉车哈，无，谢谢你哈。火车被开起啊！谢，哎，多谢哈，好朋友。沙坡公园有当时要加一边啦哈。我感性的，你看，没有当时要 K K 怪怪 K K 吗？没有，我刚才讲了真好嘞。我觉得要找一位是比他跟他几乎是同期的，同期的，那感受也较亲密出来。安尼哦，啊唔啊有来不？有哦，有呀。来，我们欢迎王一山。啊，王一山。王一山哟，哎呀，哇，只能这样讲。你两个算港籍的嘛哈？比赛的时候也同时排排站的时候能卡到顶的。哦。我当下一秒，当下一秒，往来往去的呢。那你对阿什么话跟阿吉讲吗？加油！以后搁卡拍拼，咱搁少年。重点来了。哎呀，你以后搁卡拍拼个好。咱搁少年。这句话真重要。对。如果今天是我犯错的话，你都无机会啊。我可能无机会。来，我走。来。好朋友难得见面，可是也不要那个，不要以为年纪轻就可以犯法。那当然了，哎呀呀，可是给他一个借镜了。但是你们两位好久没有碰面，难得同台哈，干脆今天我们让你们两位来回味一下当年排行榜的感觉，就比赛那时候的紧张。再回到当年的感觉该怎么样？好，来合唱一个歌曲，好不好？好。安尼唱妈妈家里唔通听。你知阿杰伊妈妈坐伫遐，你甲唱这条歌。阿杰妈妈嘛有来唱啊。今仔就是桂冠的丢名，你有感觉无？啊对对对，是吼。这时阵阿杰的心情，唱条我送我妈妈是足拄啊好啦，很贴切哈。等下我再送你妈妈，好不好？好不？恁两位的还是这条吼。好，妈妈，请你唔通听。勇
叫你安尼吼，我也是看到妈妈那个画面吼，那我觉得很难过，因为我跟妈妈很熟啦。我刚刚坐在旁边哈，我可以体会到那种做妈妈的心情。对对对儿子犯错，然后呢，你看你心情，我也当了解。对对对，望子成龙。好，你看你感觉。马金。嘿，马金。来，阿舅医生。嘿，你跟方妈妈应该很熟嘛哈？你跟妈妈安慰姐。哦。我是感觉唔免安慰，因为我觉得阿姊经过这届的教训已经大汉啦，以后无应该是袂阁会安尼烦恼啊。对啦，吼。嘿啦，唔免。哎呀，不要吧！一三也长大了哈，哎，妈妈的呀，你去陪妈妈去，好不？谢谢。陪妈妈开杠子，妈妈今晚等你考来。我相信呐，你我关键记者会当天跟多少人道歉，或者是什么？你有把邓明跟妈妈道歉吗？还没，有了。事发当天回来，回来，但是我听讲你是该回失恋了呢，讲并不讲真济话。跟妈妈讲两句话。多谢妈妈，家嘴当然，会当讲阿伯对阿杰阿伯放弃希望的，他有恁俩，他有你甲爸爸。从现在开始，阿杰犯错、知错之后，接受惩罚回来，我一定好好拍拼，让你唔免阁安尼烦恼，身体一日一日歹。然后在厝，嘛祝福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身体健康。妈妈，我真唱一条，我细汉的时阵。别唱开歌曲，希望这条歌送给你，你一定要原谅我。就一对鸳鸯花，思念阿母的栽培，伊才有讲我身体勇健，也关心灵魂活命。One